哎，快戴上墨镜儿，什么感觉？我 swag， 快，不对，不能叫他小张，叫天哪！天哪！救救我吧！我天，不能笑，不能破功啊！墨镜儿，天哪 ！Where are you？ Come on， baby。你录了吗？我录着呢。哦天哪！先开始录了。Hello everybody, I'm Mustafa. I'm Jessica. 天哪！你快一点，你咋回事？你这个河南式英语真的是给你满分。好好啊。他找不着墨镜儿。你快点，我这录几分钟了，我这录一个小时。一分钟有一分钟吗？我天哪，一个小时，你中不中啊你？好，快来！你别逼逼。我们今天是美妆博主吗？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墨镜的重要性。戴上一个墨镜，墨镜就可以不用画眼妆了。不，不戴上墨镜，别人就看不到你。戴上墨镜之后发现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戴着跟盲人似的？这个东西我拿个东西，你真成盲人了。特别搞笑，我跟章子怡戴这一款就是你的保镖在旁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气质爆棚。我跟天哪戴这一款就是你的保镖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对吧，小姐不能叫那个小张小李，我们得天哪。Jessica， Mustafa， OK， 要不然到时候谁人肉我们，哇，太可怕了！别网络攻击我们啊，不准攻击！你看我们这样，来自室友小柳的 ，No， 他叫 雷尼，雷尼嘛，天哪，这么黑，能不能给我点光？怎么给你光？把我的台灯移一下吗？对，移一下，来点光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还是我们，还是我们，哎，还是今天三分打的不够，知道吗？你哎，别逼逼了，来说我们今天的任务。这个光打在你脸上，你看我的手在这儿，是比我脸都白。不，你看啊，我们今天呢录什么呢？啊、录，先录那个王一博的，一些，跳舞啊，或者一些剪辑的视频，嗯、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录《陈情令》的 reaction， 对不对？昨天就已经开始了。然后呢？不好意思，哔哔哔哔哔哔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个温柔的，你弄啥了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卡掉，卡掉。别后期给我们剪掉，你说谁见过谁就把这个别说话别说话。然后呢我们因为我呢是忠实粉丝陈情令的令牌太棒，然后呢也是王一博跟肖战的颜狗，但是这位呢他是没有看过的，他对这两位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放屁，也没有看过陈情令，只听过就是因为我在宿舍每天包括洗澡的时候都会放《陈情令》的主题曲，但是叫什么无忌，然后呢他就听会了这首歌，但是我要说一下我真的很 pink 王一博的嘴唇。 pink 是什么？ pink pink p-i-n-k 王一博的嘴唇太性感了，太 sexy。然后呢，这位呢是就是跳着看，看了二十多集。我没有跳。我们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说过了，然后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看我上一个视频，因为上一个视频是素颜，就是能有多丑就有多丑 ，OK？ 那就看现在这个视频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准备一些视频，我觉得必看的一些王一博的视频，然后呢，先给他们俩灌输一下这个帅气，好不好？让他们带入这个帅气，然后去看陈情令。目前我只知道王一博断句有点问题。孩子英语学习好棒，他俩是刷那个什么抖音刷的吧，然后刷
刷的比较多。像我的话，刷抖音只是为了王一博跟肖战。还有范儿。大家看我，看我的嘴唇就知道就 OK， 不要打出来。不能暴露，不能暴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得先把墨镜取掉，不然有点像黑天，就是个暗。然后还要戴上我的眼镜，不好意思，近视眼。戴上我的眼镜，我操！我感觉好像去旅游。戴眼镜也不能输啊。对，戴眼镜不能输。这可不，我刚给我的头发迷了。然后呢，今天看四个视频，就是王一博的。但我不知道，我看这个视频，我需不需要艾特艾特，就是制作这个视频的什么 UP 主之类的，需不需要？我不知道，我第一，你要不就艾特一下吧。我到时候，但是行吗？但是我没填跟人家说，不行不行，就删掉，看情况吧。随意了，你应该可以吧？我看其他的 reaction 什么，就那样看啊，就应该是可以的。我到时候给个批注，好吧？这个视频来自于哪？好吧，那我们先看你们想的好。现在有四个啊，四个视频，很多人看我们一样，气势要摆出来，好吧？我可是百万粉啊，百万吗？现在才十三个呢，现在才十三个粉，我是谢谢那十三个粉丝，真的，记得给予了我们动力，太可怜了，我们星星一起床就化了这个妆，你今天起的床。十二点吧，就化了这个妆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特别美，是的，美死了。低调低调，看到没有？四个视频，你们想先看哪个吧？太难受了。先看哪个？有吧？你说吧。哦，这个是不是你经常发的？有。我每到洗澡的时候必会放这首歌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让我的身体舞动起来。我特别喜欢，搭了我画面了，别说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怀疑你在开车哦。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来吧，开始看吗？开始吧。点开了。开始。来了。画质感人，不想就看了，你就看他的身姿就可以了。你知道吗？他这一身是我最喜欢的一身，就是也是十万一套的，但是效果穿我博哥身上 ，Feel me right man， 有点上头，马上开始啊！哎呦，很妖娆。又看到了没有？骚动你啊！我说啥？是怎么点的脚尖才能瘦的？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在电脑里边，你们在这儿。你看。怎么还换？不是直拍吗？怎么还换了？你知道你跟他插在哪吗？插一条紧身裤，插一个短小的上身牛仔。他这个身是我最喜欢的，他挺好细啊。就其实他身高一米八，但是穿出了一米八五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其实是有撩啊！你能不能说完？他这个之前啊是有撩腹肌的这样一个动作，然后咬在嘴唇上，
然后蹭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八块腹肌。他今天没动是因为刚刚吃多了。不，这是因为这个造型吧，这个动作太……而且他长大了，你知道吗？难道小时候就可以随便撩衣服吗？对啊。对呀、啊，他在韩国的时候每一场打歌，然后都会这样撩起来，然后咬到嘴上，然后就这样。你现在特别像喝了冬阴功汤的一瞬间，是不是？这位呢？以后我们出去吃饭再给你拍个 vlog， 对，看看真的。这位哇，我操！就是你吃那个，你就看着他吃那个饭啊，就是太香了，你感觉他吃了这个饭。他不没有吃到他本身的味道，而是他升华了的味道。对，你就感觉你自己吃的跟他吃的是一个味道嘛，你就会质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这种反应。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不行，我得收敛一点。你是个很端庄的女人，你看你今天穿这么端庄。我是个端庄的女人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个端庄的女人。大哥哥还行。啊、哦，不行了，贼帅。然后好，下一个，来下一个，我抽 A 那个，哪个？啊，我想这个，啊，这个，姐帮我抽吧。来，这个，好吧，这个是，这不是我选，快乐美容，对，输了的，啊、输了的，这个快乐美容里边 battle。哇，贼帅，就那个点脚尖点地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快点吧你，点开。人家脚尖点地，这我看的哇！我说这视频，指尖点手，我得看个多少遍啊？得看个。此时羡慕那些小孩了，他们长大会不会感谢父母？他特别喜欢做这种地板动。他柔韧性应该很好，他那不是很伤脚踝吗？哎，哦哦，还没到呢，我以为是我记忆产生了错乱，这明明有谁？这是 PK 吗、？Battle， 这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哎呀，不错了，给两小时，小三吧。王一博，他的衣品好。你看，像你听那个音乐啊，你听那个点儿。他穿衣服的感觉好棒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 ，hip hop。哇，你看这个踩点，哇，踩贼爽。哇 ，OK。看你盯着我，不好意思。哇！哦，好帅！我操！sorry， 忘记了。这街舞的手势，我又拱。是上一个男人教会的你吗？对，上一个男人。一位黄姓男子，对，大家猜一下这个，看上一个男人。王一博，我看到了黄玉浩，他们一个公司的嘛。哦，玉华。哦，我已经热得出汗了，不行了，我擦一下。不过我觉得真的挺帅的，好帅。用你说。你又可懂，我又懂了，又懂了。哇，看了浑身燥热。超A 连正五，你知道连正很难的，而且他其实算是二本。这是你上上个男人教给你的吧？上一个男人他也教会了我什么？杨先生，黄先生吧？杨先生。哦，是那个、他的帽子，那个帽子哦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他这种风格应该属于 urban。但是呢，他其他的，哎呀，别看我！我知道，是他的掌声。来，师傅，重新来。我刚划到我自己的脸了。你别叨叨了，气了。别叨叨。不是大。他其实这个舞种应该算是 urban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，但是 urban 呢，舞者一般有一个通病是什么呢？他们的 freestyle 就是不太好，因为他习惯在一个节奏里面嘛。
所以他们的 freestyle 不是特别好，他们适合编排那些舞蹈。但是我们家一博特别好，就是 freestyle， 只要放一段音乐出来，哟 freestyle 哟，就可以来一段。你看放吧，我要看超 A 派。嗯 ，Kobelli 超 A， 哇，家一博昨天不还你们家肖战吗？这是我家的，你家范围有点广，挺广。不要低头，放下了，都出来了。不要低头，专业。哇，而且他这身我特别喜欢，哎呦，感觉哪身都很喜欢。这身，我觉得这身好看，真的。你知道，哇，我对男生穿阔腿裤是没有抵抗的。哎，下楼好帅啊，刚刚，就是个飒。那个发型好好看，哎，哇，你看他侧颜，飒。我抬头的那一瞬间，我就那种有点不耐烦，就有点。他这帅气哦，看到了吗？那个连阵，灯光照的那些絮絮状，对他刚才吹的那抹烟，嗯，肉味道。那个项链好看，看我特喜欢他刚才那个动作，完善还有这一面嘞，可能是内心的完善难忘记，好吧？哦，他刚才笑了。下凡红子，我怎么又笑了？刚那个坏笑啊！其实还有个小丑舞，虽然那个舞跳的没有这么惊艳，但是他那个表情，我喜欢这个。但是他那个表情就很帅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好 A， 好飒，太飒了，好帅！看里面，还有伯母 Mustafa。我就在想他到时候谈恋爱是跟你吗？那必须的，不然呢？大家听见了吗？王一博，那我有个问题，王一博跟肖战同时向你求婚，那你的杨先生、李先生、黄先生、霍先生啊，给大家科普一下，黄先生呢就是黄子韬，李先生呢那就是李云迪哦，杨先生，下几个视频再跟您说。预知杨先生和预知后话如何？霍先生是吗？下回分解。嗯，他就是他俩同时向你求婚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我的天哪，这太难选择了，对吗？自杀这。这时候他心中会想：我可以两个都嫁吗？你一三五，我二四六。今天呢？我今天他俩可以在一起，太累了，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你选择谁？来，快！你选择谁啊？真的吗？嗯，大家觉得说留给我们吧，你不要选择。如果真选一个的话，嗯，我不告诉你。下一个视频，这个就是说是一个粉丝的剪辑，看没？心动狙击，促击是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心动酷盖的心动预警 ，bad guy。I'm the bad guy. Hold on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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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。我听一遍。还没点上。我抑制不住我的笑声。你别这样。啊！哦，是那个。动起来。Bad guy. 哦。哇，这是我贼喜欢，这是我贼喜欢。你有喜欢？你有喜欢？哪身不喜欢？你应该说这个以后什么衣服特别喜欢？你以后说他你不喜欢哪身？哦，我喜欢这个。
撩。哇，我特别喜欢他长头发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本来对一个男生有长头发这个事情我就不行，然后他那时候有长头发我真的要死啊。看你看这眼神，白牡丹，我们河南人，我们河南人。我突然 get 到了他的颜太好看了吧，这眼他侧眼好帅。对，我就是那个线条你知道吗，他侧眼还有这样照的时候，就这样刚刚啊，你的嘴，我对厚嘴唇的人没有抵抗力。是吧，哎，就是那个甜，刚那一瞬间怎么用三秒？就是可甜可盐，而且这个耳钉就22哎。我也不知道看到请联系我们一下，好吗？大家都是同龄人，何必呢？我们还比你小几岁啊？小几岁啊？啊，好帅！就是内眼线画的，其实长头发他就笑，他这种冷艳的感觉，就是好多衣服他都就不管多夸张的，他都可以驾驭的。干嘛帅啊？又帅，身材，而且他什么发型他都能驾驭了，我真的。这种穿上这种可爱，而且发色他都能驾驭了，我真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不觉得这种就很可爱吗？真是，他就是可盐，可甜可盐。你看，这种手套有点像干活的。啊，没了！你还等着后面那个哒哒哒那个是吗？王一博太帅了，真的，王一博太帅了。哎，大家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观看我们的那种跟他一个公司的人，能不能安排我们做他的助理？让我们天天就是看一下，长得还可好、哦。怎么样看下来？感觉踢到我的醋。看下来，可能大家跟你抢老公了吧？嗯，对。什么姐妹不姐妹的？打扰了。我也不知道，太帅了，我操！看我有点虚的慌，身体有点虚。那这倒也太夸张了，你这我喝口水冷静冷静，我出汗了，我出汗了。哎，你看这打光多重要，我们没有开那个美颜，就是拿华为哎，我是 P30 是不是？我是 P30 Pro 拍的，然后没有打美颜，就是原相机拍的。现在还植入广告呢。怎么还我大华为啊，哎，我也是华为，我大华为，大华为，谁敢说 no。 不过我们真的要呼吁一下用国产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我真的觉得华为真的不错，真的只有国家产业强大了，我们才能幸福，对，我们才会在国际上站住脚，真的是一批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好青年。哎，不是扯开话题了，好奇怪，我今天好奇怪啊，我感觉。所以大家不光是说我们用原相机，而且我们还是横屏，所以我们的脸这么大。对，我们是横屏。其实我们太可怕了，其实我们的生活中脸会小一半的啦。一半那就没了好吗？你就往后戳，你就往后戳。哎，差不多。你怎么你那么往上点？你怎么给我一个凳子？你坐这么，他腿长嘛，肯定。我怕我坐出来比你们高。你看，我们生活中是这样的脸，好吗？请再找一下。哎，没有人 care 我们了。快来快来，对，看王一博不是看我？看快！已经完了四个视频。对，已经结束了，我们看完了。然后呢？接下来我会带领他俩，然后去看那个《陈情令》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可以去看。关注一下我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也不靠这个赚钱，只不过说我看了无数遍之后，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好看，出不了这个坑，你懂吗？所以呢，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。对对，分享一下生活。所以就是主要是关注一下，点个赞什么，让更多人，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夏天开心的伙伴们，是吧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，可以有一种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的这个感觉。好吧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吧。回答了哟，拜拜。那就这样吧，然后我们继续录下个视频。
大家不要就不要觉得很惊，就是很诧异，我们每一期的衣服都很像，因为就是在一天录的呀。我们不可能没衣服，哎，赶场了，赶紧下一个衣服。可以关注一波 UP 主啊，可以关注一波 Mustafa Mustafa。关注完之后，就是如果到时候可以关注我，对对对，他俩都在那个评论下啊，会那个什么的。对，大家可以关注一波。我们三个头像是一个格式哦，对，是一个格式，都是兔子的哦，都是兔子的。哎，我好做作在上面，我是个很冷酷的人。哦，墨镜结束，以墨镜结束。哦，以墨镜结束。好嘞，我们这视频有点长，还好吧？太长了，二十多分钟。OK， 要不我就会跳过二倍速。摆出你们的那个厌世脸，别叨叨了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关注一波，是不是？等我们比如说视频发完了，然后你再取关也不迟，也可以。为什么要取关我们？不要这样，太残忍了。我们可能后续会。录一些自己的生活似的，对，嗯，那应该很靠后了吧？或者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因为会继续，对，因为我们真的生活里就是这样，我们生活很有乐趣，很有乐趣，然后看我们视频就比较下饭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不要老八了，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，好不好？老李卖瓜，老李卖瓜，行，不就十三个人看你而已啊？行，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是学什么的？嗯哼，你像我们这么。Come on, baby. Come on. 可以猜一下，好吗？然后答案呢？我们什么时候想说我们就说了，好吧？等我们有100万粉丝的时候再想吧。那你想太多了，有可能，有可能这一辈子都讲不出来。退学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我们赶紧继续下一下，我们的行程有点圆满啊，所以就是。